抓到你喽，浇水刀，被我砍到就跑不掉喽。连续给你四刀跑不掉。嗯，我不喜欢这张图。Family and friends are urging anyone with information regarding her disappearance. 还是我要都不开了，直接再开一遍，试试看我们浇水道能不能粘得住人。算了，还是开一下好了。可是我真的觉得这张图开这个有开没开没什么意义耶，因为他跑到这个来这里来的时候，说真的你也守不住了。你看像这种他们开一场草，等你开完这个再过去，他们差不多也都跑上来了。开这个车电池的意义真的是，这效益真的是蛮低的。为什么他们不能更新成电子锁啊？就是门一关上去立刻有电子锁，那这样子慢慢这样开开关关，他们也是不懂得什么叫科技进步欸。他们应该也是上来了。有一只在下面。哦，哎，我们喷这边，靠腰。好，后勤完，多人了吧？哎，他跑得有点慢哦。哦，抓到喽！你还想打架？哎呀，那个圣盾叔叔在旁边发呆，狠狠的给你一脚踢开。你怎么敢在这边打架啊？我就问。哦。好像有料欸，他好像跑不太动欸。啊！哦，流血流死，你就是下一个咯，开扁。欸，三等浇水刀好像很猛欸。我已经宰两个了，队友，真的，我很尽力了。我想不到我还能怎么帮你们了，队友。怎么没有开？感觉到姑妈练这么久，好像很值得嘞。狠狠的先海边两只哎。现在就是看队友能不能守得住这里了，真的。我看我去守前独呆仓好了，就尽量不要让他开这个地方。欸，这边有人开嘞。哦哦，浇水刀要发挥了吗？我跑不太动欸。
哦，接着读，没关系，接着读，跑不掉，好像很有料哦，姑妈。丹等好像开始苦尽甘来嘞。好像要起飞了耶，各位！我弄了这么久的神功终于大成了，现在扁得可开心了，真的真的超黏的耶，他们都跑不太掉耶。现在最后一只是靠圣辉叔叔看能不能听得到，听到那个人就跑不掉了。对，感觉到终于有玩鬼的体验嘞。现在队友在干嘛？一直在下面，一直在上面。为什么圣辉叔叔要下去啊？不太懂。我去把这边的血都踩一踩，拿去喂阿公好了。就顺便守这个门啦。因为剩下最后一只是朱莉，她是马拉松选手。OK， 这边都没开 ，OK。看一下这个门有没有开。这个门也没开，所以还行。安娜爸爸 ，Can you？ 朱莉好像就很适合被这只砍呢、欸。因为这只砍朱莉蛮刚好的。嗯，不知道跑去哪里嘞，没看到人。哎，我们是圣龟叔叔，哎、啊，他不听，那在干嘛？他都没有要听的意思吗？后来讲，他应该现在用这个技能，赶快听最后一只出来啊！我先赶快把血喂喂，然后让阿公接着叫好了。这个也没有开啦，这个也还没开。哎，刚好抓到你了。哦。你想要从那边偷跑是不是？我不允许哦。欸，这个人好会跑哦。OK， 砍到一刀。这边要跳井了，那我下去找他。那个位置我大概知道在哪。哈哈，想不到吧？这里是我家，我比你还熟地图。干，这个人也太会跑了吧！马拉松选手哎。好会跑啊！
那什么短跑健将啊？不对，他是长跑健将。可以了，够了，跑累了，该休息一下了吧？来，来，你接着跑，我看你能多能跑。抓到你喽，浇水刀，被我砍到就跑不掉喽。连续给你四刀跑不掉，哇！姑妈三等浇水刀可舒服了，这把狠狠的斩了三只哎！侦察兵加浇水刀，再加这个特殊混合物，哎，谁能比我还能跑？感到不得不说，他真的是超级能跑，哎，真的是超级追不到。